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a，欢迎大家来到 Swan Handmade Club 频道。这是一个和大家分享 DIY 手工的频道，用手工点亮我们的生活。如果你也有兴趣，欢迎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节目了。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制作一个可以换滤芯的，而且非常贴合面部的口罩。同时呢，你也将免费获得这张亲子口罩制作的纸样。记得到我的描述栏里面下载吧。Oh, my God.